嗨，晚上好。我们就这样播吧，谁都不知道我是谁。这样子，谁都不用看我，我也不用看谁。这样子吧，谁都不认识谁，走出去谁都不认识谁。我看得见，这样就看得见了。等一下，我画个眉毛。怎么画不线啊？我在家里翻出来的眉笔，都不知道怎么画线了。好烦啊！我想画个眉毛。我画不出眉毛，我就。很烦。哎呀，我头发都没有吹。谢谢七人的应援棒，谢谢真命的应援棒。我真的800年没有素颜直播过了，真的好绝。不是我想穿校服，是吗？怎么没有衣服穿啊？我在家里没有衣服穿了，只有校服可以穿。除了校服也没有别的了。不行，我需要一支口红，口红我的包里还是有的。我们来加一点点哈。对呀，我上火了，我杀人了。一手的红，哎，果然涂了个口红，我觉得人都不一样了起来，整个人都精神了许多。的太阳，你的太阳，在你的心里呀。我啥时候？圆呐，圆是什么东西？哦，我学会了用腮红再打个口红，用口红再打个腮红。哇，你好聪明！谢谢麦子的奶茶，谢谢。天呐，我有几天没有直播，业务有点不熟练了，我竟然不知道要怎么直播了。这是什么字儿啊？这是繁体字的什么字儿啊？不是圆吗？哦，绿。我啥时候绿？我为什么要绿啊？谢谢浪漫的奶茶，谢谢。对不起，我不认识繁体字，就多少有些尴尬。我不行的，我今天晚上如果看见了有人说我素颜丑，我这段时间都不，我可能有一段时间，我可能真的再也不会素颜直播了。
谢谢 IMLAJ 的气球小熊，谢谢。真的是个意外，我带着个包空手回来的，你看，我的包里空空如也，就是啥也没有。我还有美瞳，就不带了吧，美瞳就不带了吧，好像没啥区别。啊，我还有个夹子。我傻呀，我有发际线粉，我可以打个发际线粉吗？让自己看起来没有这么的突然，其实是有必要打的。我的头发还没干，哎呀不行，我好久没有800年没有这样直播过了，我有点害怕。好奇怪，我回到了第一次直播的感觉，仿佛第一次见到大家，有点害羞。不是我不想，不是我不想，不是我想随便直播的，是我没有带化妆品。对，在面试1周年的这个日子，我回到了一个没有化妆的时候。怎么会有人倒着长啊？对，幸好我还有口红。对，我穿的是深圳校服。那这边有我校服的那个校徽，我不知道能不能露出来，有点尴尬。谢谢阿玉酱的逆元榜，谢谢 K37 的奶茶，谢谢。哦，真的吗？你说牵挂的是什么？还有点咳，但是还好。是啊，1年前的我还是个长发。我还有眼影，我好像除了粉底没有粉底，没有睫毛膏，我好像什么都有哎。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眼影，特别绝，很奇特的颜色，我从来没有用过，就。看起来它就很奇特，这个绿色上脸还挺好看的，它真的挺好看的，当初买它就是因为它好看。不用试，这没有化妆真的罩不住，那这个脸罩不住啊。我记得你那时候是红色的头发，红不是挺红的吗？哦，粉哦，对，我记得坐我旁边，一下子我也记不清了，哼，不要，你们不要害我，素颜已经够丑了，待会儿一只眼睛绿，一只眼睛红的。1年前的我是不会这样的，素颜直播还遮来遮去的。治疗失眠梦呓我才不信呢，如果不是我爸说你光赚钱不花钱，我才不会素颜直播呢。我素颜丑，我好不行，我素颜直播我都不知道干什么了，我感觉我都内敛了许多
就是感觉自己说话都文静了许多，就是很难得见我这么安静的时候，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来缓解我的尴尬。那个老师们，上课我们一般要干什么呀？我真的不知道。要不我先去吹个头发，你们自己玩不是？还要罚站。背书。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机成王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什么什么追什么先帝什么于。今天去哪玩啊？今天没有出去玩，就是今天出去转了一圈。离骚什么玩意儿？一句话想不出来了。离骚的第一句是啥呀？盖追先帝什么什么，欲什么欲报于先帝什么什么？带大家回到我的高中。我多想在，哪怕匆匆一眼就别离。落到下昏黄的树影，越走越漫长的林径。我的高中是这些。秋分渐行渐远，去到我们。你看，以前我们讲即兴评述的稿子，就是这么样子的两面，一共一条、两条、三四条新闻。然后要自己讲一个节目出来，就是给你时间准备，可能10分钟吧。你要讲完这四条新，要把这四条新闻的重点找出来。不，太久远了。你看，我有圈一些，就是新闻当中的。就是些数字，就是重点的一些。我只是涂了一点点口红，你不能要求人什么都没有嘛。人一旦拥有了很多东西，就很难回到一无所有的模样了，是吧？我天，我眉毛也画不出来，我们也没有粉底，不，我画不出来。我虽然戴了，但是画不出来。那些年，我读过，我为新闻画过的抑扬顿挫。真的，这是我唯一一本翻旧了的书。我当时这本书是我专业老师偷偷摸摸告诉我的，我视之为我个人的宝藏，我都是偷偷摸摸的看的。你看那个时候要复习，还有我的成绩在上面，因为感觉就是那是我除了大家学到的课本之外的秘密的东西，对，就是校服，深圳校服，我瘦了吗？我没瘦吧？
应该是因为憔悴了许多。我也是很认真的学过数学的人，我真的努力学过数学的，我只是学不明白罢了，我是真的努力过的，我有多努力，恐怕只有我的笔记本知道。真的，真的很努力，我的高中。这个是就是校徽来的，学校要求就是上面是有名字的，就是它是有大家的名字和学号的。对，还有我用过的笔直的，好怀念啊。真的，我一个数学这么烂的人，我居然有两本数学笔记本，真的太令人匪夷所思了。虽然数学烂，但是我该学的东西是一点都没有差的。对，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一样的，上面的名字那些是不一样的。那当年也曾经想过，说不定我学一个编导，就背背文印常识什么的。后来没有，只是后来没有背成，没有学成罢了。就是发觉这个东西好像不太适合我。我不热，我在空调房里，因为我冲了凉，我里面是个吊带。还有什么东西？你看，给大家看，当年我想考的那些学校。就是我把所有有可能的学校从招生简章上全部都写了下来，然后去找了有可能的学校，他们都考些什么东西，然后每个占比多少分，然后我有没有可能考得上。因为我正播不太好，就是我播不了新闻啊什么的，所以就会很然后你看，我学专业的曾经也是很奋斗、很努力的，都是努力过的，奋斗的青春呢。就是我觉得我的生活当中找不到比那一段时光更努力的时间了。那不一样，你们只考一趟高考，我们在高考前就已经考过一次了，因为艺考也是高考呀。哇，这些稿件都是那些年我读不下来的稿件。我艺考时候的自备稿件，这个就是读下来一篇稿件。简单的就是要考虑这么多这些东西，然后去处理一篇稿件。对，这只是简单的一些笔记，这些都没有什么怎么读，都是看到哪些话有什么感想，都是这样子的。对，反正因为读稿件真的很难。语言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能够讲话就可以读下来的。不，反过来我的脸会很丑。我没有打算让你们看清楚，我只是让你们看一下，大概要写这么多东西。还有我的心，最经典的稿件。
妈妈，请你把这颗心收回去吧，我不要它了。记得，当初你把这颗心交给我的时候，曾对我说过，你的父亲一辈子拿着它待人爱人，他和平安宁地度过了一生。好，依然是我如今也读不了的稿件，真不错。这也不是母亲，这个母亲节读这个，其实还好，他讲的是关于社会的，就是他是巴金的一篇文章来的，就是他不是真的说写给母亲的，他是一种比拟吧，就大概的是就是父亲代表的是一种正直的正直善良的一种代表，然后他母就是父亲是正直的，母亲是善良的，然后呢他问出了这些话都代表他问向社会问出来的，就是对这个黑暗的社会的一种质问，一种提问，就是在对于那个时候的社会感觉到黑暗和无奈，大概是这样子吧，我记得。好遥远了，校服，今天没有装，还是校服，我年轻了。下一次我就要穿校服在楼下站着吹风，我看谁在一张嘴喊我喊阿姨，我哪里看着像个阿姨了，无语，真的无语。如果还被喊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不会理他的。只要我不理他，我就不是阿姨。我不管，没有我这样的绝对不是阿姨。我哪里看起来像一个阿姨了？我哪儿都不像阿姨。那是他们太小了，不是我太老了，小屁孩儿。那倒也不是穿校服出门吧。哇，真的，我也三年没有读过稿件了，就是上了大学之后好像没有这种，就是我上文学稿件那一块上的也非常的自闭。你怎么又去迪士尼了？爱去迪士尼的一定不是叔叔，他们不聪明，应该喊哥哥。你堂弟堂女朋友是不是多损呢、啊、你堂弟是什么、啊、那这不是你的错，不是，你要知道不是你老，是你堂弟太小了，所以他才管你叫，以为你是他爸的。没事儿，无痛当爸，无不用出钱就当了个爸爸，多好啊，不错。我妈要是也喜欢迪士尼就好了。我丈母娘，哦，我没有丈母娘。我怎么会有丈母娘呢？我也想要个老婆，这样我就有丈母娘了，不是。我要是也有一个老婆，我就不会在医院看病的时候被别人插队了。不就是有一个凶巴巴的老婆吗？仗着我一个人就插我的队。睡沙发好呀，沙发只有你一个人睡，独享一个沙发，多么荣耀至上的一种体验，多好。我跟高蔚然只是朋友，是真的只是朋友，大家不用开这种玩笑，一个侄女非常不喜欢这样子的玩笑。我在家里，你们要是让我爸爸走进来看到了，
他会做什么想法？他小时候就担心我喜欢女孩子，现在让他看见了，我明天就要退团了，朋友们。第一个，因为爸爸担心女儿，那个退团的，谢谢阿云的奶茶。相爱了。他没听到吧？我不想要老婆，爸爸，你听我解释。我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看一下？我还有生日帽。哎呀，今天我这么青春活力，我一定可以过个生日吧。你看，今天我过生日了。哇，这个帽子第一次觉得它这么好看，我过生日的时候都没有觉得这个帽子好看。哦，谢谢满杯金菠萝的生日帽，谢谢星星的生日帽，谢谢北极熊的奶茶，谢谢 NANJOERI2.0 的生日帽，谢谢蓝色双鱼的生日帽，谢谢哲明的生日帽，谢谢清辉的生日帽。好了，我过生日了，谢谢朋友们。他没有，我觉得这个帽子很鸡肋，他要怎么戴上头呢？这样戴吗？他勒的人像一个憨批，哎呦，他想勒死我吧？他真的不是想勒死我吧？这个帽子，谢谢阿云的生日帽，谢谢魏文花明的生日帽，22岁，啊，我不过生日了，不是他有点勒下巴？谢谢 ZFH 的生日帽，不是我头大。是这个帽子太小了，怎么会是我头大呢？我们仙女绝对不会头大的。哎呦，谢谢，谢谢祖祖的大饼，谢谢，谢谢，我要戴上帽子。哎呦，哎呦，谢谢，哎呀，谢谢，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左左的大饼，谢谢啊！我欠了三个电台，我不是只欠了一个加这个两个吗？我烧糊涂了？嗯，等一下，哦，对哦，哦，我欠了三个了。多才多艺，嘻嘻叹气。本来今天素颜是不想播电台的，因为我想要删掉这个直播，结果就这样了。因为我觉得素颜直播留着会成为我的黑历史，我早晚要后悔。现在我觉得我必须得播一个了。你看这个帽子，它就是勒在我的脖，我的哦，我的脖子上，我的下巴上。我看一下，我病了这么多天，蕊希应该不会断更吧？他应该要更新的吧？这个绳子真的太短了。这一生像遗忘，有眼光，哦，有一个母亲节的耶，他是写给他是叫做这九封写给妈妈的信，
你怎么能截我表情包呢？啊，你不人道！你欺负小朋友！哎呦！谢谢星星的皇冠，谢谢。爸爸爸爸，我没有不营业，我在营业赚钱了，所以我今晚只是吃了一个3块钱的雪糕。爸爸，我来赚钱了，为了3块钱的雪糕。我在吃药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还是觉得喉咙里老有痰，然后我还是会流鼻涕。啊，没有，我只有一个爸爸。哦，谢谢北极熊的皇冠，谢谢。大家有没有看过我房间里这幅海报呀？给大家看一眼，这是大一的我。你看，做小成为小偶像前，我就已经是有了，这应该也叫做易拉宝吧，也算是有易拉宝的人了。那个时候的我还画着毛毛虫一般的眼，那个什么眉毛，对，他叫。我们这个叫做自我形象设计大赛，就是新生赛来的，其实就，哎呦，我的灯脑袋掉了，这不是我设计的那个，这是校学生会，学生会那个，忘了哪个部门了，反正当年在学生会的，我觉得这个海报丑绝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人要站在红色的，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海报要大红大紫的，大红就是红不拉几的，就是它看起来是很喜庆吗？我觉得并不是，它显得在上面笑着，就是当时9个选手还是10个选手，只有我一个人在笑，然后又在一个大红背景上，就显得我这个人很喜庆。就是如果我知道我们这一年是红色的 KT 版，我绝对不会笑的，显得我一个人很喜庆的样子，像过年了一样。谢谢 Lester 的奶茶。就我放在房间里，是因为就是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海报一样的东西，虽然它是原图，它也不 P， 它甚至都不磨皮，它也不帮我推推脸，它也不帮我美个白，然后呢，它就是在我们学校非常简陋的一个演播厅里拍出来的，尽管它如此简陋，我还是把它挂在这儿了，它很有纪念意义，这是我上大学参加的第一个大型的活动。当时是因为就是社团要求，就是当时因为我在声乐队，当时非要要求我们新生都要去参加还是什么的，我忘了，然后就都去报了，结果第一场我就感冒了，然后我弹唱了一个忽然之间就进了复赛，复赛的时候我感冒还是没好，我又上去唱啊，唱破音了，然后我进了决赛。我觉得是真的没有人了才会轮到我进去，很绝，不是凡尔赛，就是我们学校的基础设施真的非常的破烂。对，不是我贬低学校的意思，就是你让学校任何一个人，你让校长出来，他都夸不出自己硬件设施好的那种烂。对，唉，真的是真的。然后决赛就是我放在微博的那个弹唱，大家看到的那个认真的老去。在你身边，你左右。
绝不会暂时看不见。等我空了吧，我再把一些微博锁上，我再把它整个放出来。因为是有些照片我觉得太丑了，但是我又不想去删它，因为我可你们可以不看到，但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留纪念的人，我是一个喜欢没事自己去回忆的人，所以我一般不会去删我的微博和朋友圈这种东西。哇，十进十，我就感觉男生好像不太喜欢参加这些活动，就是我们学校这些活动都是女生撑起的半边天。我大学的生活特别的丰富多彩，我大一入学，我面试了支教部。外联部、声乐队、器乐队，还有一个什么太阳花支教，但那个人满了又没有进。然后就是最后，就当时秉持着广撒网，总有一个能中到我的，结果没有想到全进了。然后我大一上学期就在一个非常繁忙的、不停的穿梭在各个社团当中吃开锅饭的这个时间中过去了。然后大一下就开始就是有些社团就不怎么常去了，然后常去的就是声乐队跟外联部，对，然后后面大二留部的时候就是都留了，但声乐队我也不是说就偶尔去玩一玩。然后外联部是属于学生会的，然后学生会竞选就是本来当部长的，然后被调剂到了，就是当时被分出去分配到了，现在这哎，等一下，我这玩意儿叫什么？学术部，对，一个非常学术的部，对，因为那个部门没有人，没有，就只有两个人留部。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留步，然后当时因为外联的氛围特别好，然后学生会又希望说有一个稍微就是话多一点的换个部门，然后就想着从外联分出去的人，然后他们商量决定就希望我能够去别的部门，就是说让我去别的部门发光发热，真的是很好笑。而且是因为当时我还参加了学术部办的那个第一届一个戏剧大赛，然后他们就觉得，哎，我这活动经验丰富，特别适合去这种要组织策划活动的部门。然后还是也是当时面试，当时面试让他们诓我，就问我对活动策划感兴趣吗？然后我当时回答的是，大家都是一个学生会的。有需要我是可以帮忙的。好，老师就觉得，哎，那你去帮忙吧，你去加入这个部门。我留步前是从来没有想过会去外联部之外的部门的，然后就这么离开了外联部。当时我还可不高兴了，因为我在外联部留下来，我是想我是要当部长的，我觉得当个副部长特别不好听。结果他最开始调剂我去那个部门，跟我讲的说的是，让我去当部长，然后他说会给我安排副部的。开学第一天，有个女生加我，你好，我是学术部的部长，你是副部吧？我当时人都傻了，然后去问了半天，就说是搞错了，但是没有办法，现在已经这样了，说叫我忍一忍。说也是参加工作的一种方式，说没关系，明年你再接着竞选，去竞选主席，说辅导员特别希望你能留下来当主席。我当时气得我，这是什么强制消费吗？当时我可无语啦，我觉得你让我去一个莫名其妙我都不认识的部门，你跟我讲说是去当部长，我才去的。因为当时他说有三个部门想要我，然后让我在三个部门里面选，当时唯一只有这一个是办活动，而且还是正部的，我就选了这一个。我真的无语至极，无语。
大无语事件，真的是无语妈妈给无语开门，无语到家了。然后我就当了一年的副部长，但是主席我就没有留了。当时也是老师找我，我问我要不要留，然后想了下算了，而且当时又来这儿了。如果没有来这儿，我有可能会留，但也不一定吧，因为我太爱钱了。我对自己的原本打算就是大三我要开始赚钱，我要开始出去就是多接一点小朋友的课，多出去代课，然后接一些通告出去拍，就是希望自己能赚点钱的。因为我感觉我已经在学生活动这个方面花费了我两年的时间了，我觉得我的大学是很圆满的，我应该开始去就是赚点钱了。然后我当时对自己的打算就是，我大三什么都不干，我就出去教小朋友，出去接通告，然后一个疫情把我送来了这里。现在赚到了吗？你看我现在赚到了吗？现我赚到了吗？对，我赚到了，因为比起钱这种身外之物，我拥有了更宝贵的，就是你们的喜欢。这个是赚钱，这是如果我在外面赚钱是得不到的东西。一下这个主题就升华了起来，我这脑袋瓜子转的可是嗡嗡的快呀。我这个人虽然时常开玩笑，但这句话是真心话。梦想汗水坚持，虽然我承认我赚的很少，我很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喜爱。对，你们对我的喜爱是我这一年当中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因为你说我的舞蹈进步了多少也不见得，你说我的声乐进步了多少也不见得，你说我有什么进步也不见得，就是我个人觉得我更欠揍了一点，更自信了一点。对，这个是我觉得是你们的喜爱给我的。对，所以如果说什么这一年的就是收获吧，应该就是你们的喜爱。是我发际线高啊，你不要提了好不好，真的好烦呐。对，我肯定不会说我优先觉得这是我这半年的收获嘛。我这一年的收获最大的还是我深刻的了解到了什么叫做每分每秒都是时间。哦，每分每秒都是钱。就是当你的生活每分每秒都被用钱来计算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生不起病，你请不起假，你玩不起，你真的玩不起。真的你病不起，你知道了吧？你知道不上一场公演要扣多请一次假要扣多少钱吗？上一次学我的每分每秒每一个小时都是按钱计算的。我这样不来这儿你都不知道你的时间这么值钱，真的。真的不来这儿你都不知道钱这么你的时间这么值钱。就是你一天才赚这么一点点，你就全都要拿出去扣钱，原因只是因为你在这个时间生病了，干其他事儿去了，你想要回家，你想要出去玩，你想要上个课，就很绝，你就会因为这种本身在你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一件事情而去扣掉这个钱。我是能理解扣钱的，我只是单纯想说一下我的时间原来这么值钱。真的就是你当你的时间开始扣钱了，你才会发现什么叫做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真的我回到了我的高中生活。没有的，其实我高中就开始化妆了，看有没有我高中的照片哈。
好，没有可以给你们看的，就这样吧。我们一般最后一天会画，就是放假那天。因为，哎，女生都爱美嘛，就是你口红不要红到让教导主任觉得你吃了人刚回来没擦嘴，他都不太会管你的。我们班传媒班嘛，大家都是会化妆的，因为我们最后一天，我们周五的下午是一整个下午的专业课。那我们那个教导主任，一个中年更年期老师，一个中更年更年期的中年女人，天天，你们那个嘴呀，吃了人擦个嘴行不行？那个血盆大口，姑娘家家的，你们也不记得要扫涂，就赶紧去给我把那口红洗掉。天天收我们收他们的口红。我那个时候的妆就可以说是淡到只有我自己，就是现在回去看一看，可能除了当时的我自己，没有人觉得我化了妆吧。所以我也没有什么，而且那个时候我非常热衷于粉红色口红，很绝。现在不干这事儿了。他懂，但是他很好，因为他是管我们传就是术科班的，他可以这样子说我们，但是他是不会准其他教导主任这样说我们的。就如果有其他教导主任抓到我们班女生披头发化妆，他一定会护着我们的。这个老师是我们的历史老师，他对我们特别好。我们高中住校没有这种放假回家的快乐。对，这个老师是我们毕业之后大家都非常喜欢的一个老师。我记得大家的我们都叫她叫花姐，就是她是唯一一个我们在老师里面叫姐的，就是我们不会叫她叫了什么什么老师什么什么老师，一般都是花姐花姐这样子的。我找到办法戴住这个帽子了，虽然我不过生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戴，但是就是感觉好像找到了点感觉，能够戴上它。哎，好吧，我错了，戴不上。此刻，哎呀，不行，还是好累呀、啊，太累了。这样，赞助我要打劫，我是小偷，还有，我是偷心盗贼，赞助打劫的，哎呀，好累，我的脸好胖，您看，给他勒的，他勒的显得我的脸好胖，这是我什么时候的帽子？我看一眼有没有那个时候的拍立得。这应该是我前年还是哪一年的？不，它就是那种小礼帽，它不是戴一整个头的，它就是这样子歪着戴的。它不是小孩子戴的，它真的是那种就是斜着戴着一小个帽子，它不是那种全头的。当时我在老家的生日，就是面包屋特地买的。6块钱呢，所以当时我大老远从老家带回来了吧这个东西。哦，我有一个素颜直播的办法了。你们见过狐狸精吗？狐狸精就是我现在这个样子的，没想到吧？猜猜我是谁？我觉得挺好的，我就这样坐在这儿了。狐狸精，
狐狸精就是这样子的，那个什么，大兄弟来玩啊，来我的盘丝洞跟我玩一玩呀，这也是我以前的东西了。以前在古镇上，那个时候很喜欢这些东西买的，但是那应该叫什么？小师傅来玩儿啊！不好意思，有点令人作呕啊。这个狐狸很难有个尾巴呢。这有个尾巴就不大好哈，影响不太好。建国之后不准啊！我东北舍友送我的搓澡巾，你看到现在还在我的柜子里。我真的拿回来之后还一直没有体验过他所说的搓澡的快乐。我是记得我拿回来了，但是我不记得放在哪儿了，原来在这儿。他到底是怎么搓澡的呀？这种搓上去会有一种丝瓜球在我身上搓的感觉吗？痛吗？还有我高中的 MP3，就是没有手机的那3年，我活过来的，就是我们全学校活过来的，就是活着的办法，瑞族。相信深圳很多收手机的高中生都是有这样子的，都有这样子的东西的。我还有个贴纸，但是它已经掉了。那我应该不痛，我觉得我下手不是很重，我下手还蛮轻的。我还有涂改带，哇天呐，都没用完。这就是天降奇才吗？我竟然还找到了钱。在一个老旧的充电宝下面，我爸不会进来的。虽然只是50块钱，但我这个人很没有骨气，我非常喜欢这50块钱。我可太喜欢钱了，我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存钱罐。只给你们偷偷看一眼哦。我所有的1块钱，我要把这些1块也塞进去。我有好多张1块，就是多到你们可能数不过来的那种1块。我是一个很喜欢存1块钱的人。对，还有5毛。下面还有1分的，现在这种5分钱是不是已经作废了呀？5分钱是不是作废了呀？那5分是不是作废了呀？5分现在已经，哦，可以用吗？2个5分就是1毛，我有2个。哇塞，这是突然有钱的一个夜晚，我有好多个五分。1个、2个、3个、4个，我有5个5分。你们听到了钱的声音吗？我是不会花的。
我这里面这些1块钱，可能大概是我初中的时候存到现在的，就是我都没有动过的，因为我初中就是每天没事放一个。这外面这个装橡皮泥的这个东西是我小学的盒子了。哦，还是在穗宝百货买的。深圳的穗宝百货现在还在吗？还有5块钱。唉，好美滋滋的生活呀。哎，塞不进去。对，我想想，就是因为我小时候玩特别好的那个朋友，他妈妈在穗宝百货上班，然后以前我们买文具都是他妈妈带回来给我们整个小区一圈玩的好的，大家买的。当时我们全小区就是那个时候上学的，大家都是一起那个时候上学，然后大家在一个班，一个学校一个班，大家每天一起上学，一起放学，几个家长轮流接，然后到后面我们大了就开始我们自己放学回来了，特别快乐，我快乐的时光。虽然现在大家住一个小区的都搬的差不多了，结果我们家还住在这儿。好像已经没有什么跟我同级的还住在这儿的了，然后还有我幼儿园同学，我本来还说回来要去找他吃，要找他喝个，出去喝个奶茶的，但因为我一直感冒没好，我也忘记约他了，唉，又要等到忙完了下一次回来了。对，我幼儿园同学，我妈妈跟他妈妈是马友，我俩从小是一起光着屁股长大的。小时候有姐妹装，一起穿那种大长襟的衣服。哦，谢谢猫吃鱼的幺蛾子，谢谢。穿那种大长襟的裙子，然后一起穿那种水墨画的小长裙，然后一起去游泳，然后在他家衣柜上面跳到床上，他还天天扒我裤子。每次跟他一块睡觉，老是扒我衣服。那个时候小孩子的乐趣就很简单，你扒我裤子，我扒你裙子，这样子的。他家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熊，可能就有我上次躺的那只熊那么大吧。然后当时我妈在他家跟他妈打麻将，我俩一人坐在那个熊一只腿上，然后说要给那只熊洗澡，我们就拿了牙膏从那个熊的脸开始洗起。把牙膏挤在他脸上，然后拿那个小牙刷去给他刷，刷那一块怎么都刷不干净，冲也冲不掉，刷也刷不干净，后面那一块不知道为什么就坏了。他妈出来的时候看到那个熊，这一块牙膏，那一块牙垢的牙膏，我衣柜上面还有一块烧焦的，我跟大家讲过，我在上就是它焦的像一块蟑螂一样。当时也是我们一群小朋友在我家说要烤椰子糖吃，是那时候喜欢烧烤，然后就烤椰子糖。我们把纸巾就是抽了几张出来，然后放在那儿，然后把糖放在中间，然后点了把纸巾点燃了，然后那个糖就包在中间被火烤着，差一点灭不掉火了，太尴尬了，着急忙慌的那个时候，真的那个小时候特别好玩。什么时候的飞机票啊？为什么飞机票上没有日期呀？飞机票没意思，它都没有日期。啊，这是我去布达拉宫的门票，然后这个是稻城亚丁的门票，这个是纳木错国家公园，很漂亮很漂亮的公园，这个纳木错的海，哎，我记得是海吧？对。
湖吧，好像是湖，那好像是一个，太漂亮了。然后这个是米堆冰川，一个古冰川，我还从上面带了块冰下来，然后下来就放在车边上，就让它化掉了，冰死我了，那个时候拿着手上。真的，如果还有机会的话，还想再去一次西藏。我们家当初是自驾游去的，就是我高中毕业那一年。哇，一转眼都3年过去了，好快啊！这些东西放在这儿都3年了，原来。我不知不觉我都要大学毕业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唉。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晴时有风，阴有时雨。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怎么打开了。这个计算器是我奶奶送我的，我小学的时候的一卷计算器，都忘了怎么，不知道现在能不能打开了。反正好久远了。我买过这种像做过。还买的挺贵的，我记得我买的那一套。我看看我在不在家里。就是那种放票的嘛，这样子的。我这里面已经有一叠，有2叠这种电影票券了，就是那些年看过的电影，就是存下来的电影票吧，可能就这些了。啊，复联4，当初看这个电影在学校边上，全校的人有一大半在那一场散场之后一起走回学校，像就是好热闹，像好像没有凌晨的样子。然后大家一起在门卫，一起被骂，一起进来，一起回到各个宿舍，一起去看了自己的，大家就是我们这个年代的青春的结束的最后一部。我买了这个盒子，但是我一直就是没有时间去做这种东西。因为感觉它是个需要时间的东西，就是我还买了一个挺贵的一个册子，但是我一直没有时间搞，然后我就一直放在这儿了，然后它就一直都在这儿，就是我啥都还没搞。我是一个还蛮念旧的人，所以我还有就是我不是什么很多东西，但是我尤其是。蛮容易丢东西的，所以没有什么东西，就是感觉时间过得太快了，没有什么东西是很好能够留下来的，就时间久而久之的就过去了，所以感觉能留下一些是一些。你看这盒子上写的，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不会忘记，只是想不起来而已。然后就用这个本子让它记起来。就蛮好，大家如果有时间也是可以，也可以搞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来记一记自己的生活。你看，我还存了好多口红盒子，都不知道是些啥，都是那个时候。这个应该是这几支口红，应该是我第一次在香港买口红，当时拆了就是把盒子留下来了。就也是很，也是，就是感觉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当时就留下来了这几支，是我第一次，不是跟我爸妈，跟我朋友去，然后第一次在那儿自己买的口红的一次，然后这些口红拆下来就留在这儿了，就也不是什么很贵的口红，就只是留个纪念罢了。
喜欢胶卷，但是胶卷太贵了，就是我还蛮想买一个胶卷机的，但是别说我养不起胶卷，我现在连买个胶卷机我都买不起。我们家第一台买的第一台 iPad，在也是在香港买的，那个盒子也都还留着。感觉胶卷太好奇了，但是我觉得胶卷那个质感我真的好喜欢啊！我觉得它不是那种不是数码相机能够拍得出来的，就是它是有时间的那种故事的感觉的。唉，所以人啊，就是成长了，又开始怀念以前，开始怀旧，然后你会发现，以前随手可得的东西放到了如今。它有了一个怀旧这么一个主题在上面，它变得昂贵了起来。啊，录像机，我们以前有个老式的傻瓜相机，也不知道给我爸丢哪儿去了，就都不见了，都不知道放哪儿去了。居然还有瓶粉底液，我傻了，过期了没有啊？18年就过期了，没过期我就上个脸，不是。熟悉的那一条街。这些好像是刚买拍立得的时候的那些东西。啊，我真的好多拍立得，有些挂在墙上了，有些在这儿。啊，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当时就是面试淘汰的之后，去迪士尼，跟我很喜欢的美国队长拍的一张拍立得。哎呦！都不是啥单人的了，也见不得人了哈。那，啊，都是我16年买的拍立得了，这入团之后，生活变得贫穷了许多，我再也没有买过相纸了。我想想，你看入团前我是那种不要的拍立得随便捡，我都舍得的，我现在已经舍不得买拍立得相纸了。在我第一次面试的时候，对，拍立得相纸真的越来越贵了。他那相机卖的便宜，但是他的相纸感觉越卖越贵了，就卖的贵的有些离谱了起来。哎，这种面试的故事已经讲了800次了，我讲累了，大家也听累了，我们就不要再重复了。对啊，拍立得这种东西就是它就是卖消耗，因为它像只是一次性的，就感觉，哎，还是商家会赚钱的，不累，我累，不是你们累。我感觉我每回一次家，我就会讲一次我的面试。哦，胶卷机还可以改拍立得吗？
好稀奇，我虽然蛮喜欢相机的，但其实我对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研究，我只是单纯的喜欢拍照，而且其实相对于自拍，我更喜欢给别人拍照。我上传，不要单独去录一个这个东西，多奇怪呀！我又不是面试没过没进团，我还就像我老在抖音刷什么，给大家讲讲撕巴面试的那些事儿，然后什么就是我们来到这个面试现场，进去之后你会首先见到我们的植物总、王总，还有周总一排排排坐，然后你会看到他们一个一个对你提出什么什么什么的问题，然后我会回答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当天是怎么化的一个妆，怎么扎这个头发，怎么穿这个衣服，然后我准备了哪些哪些歌曲，唱了哪些哪些歌，跳了哪些哪些舞。不是，我是在重复我看到的过的抖音，我非常尊重我们每一位总，衣食父母，非常尊重。而且都不大记得了，我其实已经快不记得那次面试，我都不记得在广州我见到过谁了。我们姐姐一直在问你在广州见那次见到了谁，有没有见到过他？我说我不知道，我不记得了。反正初试是什么都不会问的，他就是复试我也没到会问的那一步。六七六七六七，我讲最后一次六七六七，就是我觉得我再讲下去可能会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因为已经完全纯靠回忆了，是吧？我好多次都讲过，大家感兴趣可以去补我的直播，虽然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讲过。不，那个时候进团于我而言不一定是件好事儿。我个人觉得就是这种还是算是一份工作嘛，还是要心智成熟的时候，就是你有自己的一些价值观、思想观什么的，再进来会好一点儿。那个时候太小了，我那个时候才刚上高中，高一吧还是高二，就大学都没有上。就那个时候冲昏了头脑，就觉得只要我过了，我就一定会来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经历过大学生活会比较好。真的，你上过，我觉得一个正常上过大学的人，跟人交流起来都会觉得简单许多，简单明了。不，你不懂，大学就是一个工作社会。只要你进了大学，你就会体会到一些，你就会体会到一些人情世故啊，这样子的。六七也5年了呀。不，你不要把什么都想得这么坏，不是大学有什么很多勾心斗角，就是每个人都是独特，都是自己，就是一个个体嘛，很多个个体完全不同，你要放在一起，你自然就要找到大家契合的一面嘛，就像你想要一个三角形和一个圆放在一起。让他们很圆滑，很没有摩擦的相处，那是永远不可能的，除非三角形愿意变成一个圆滑一点的一个圆形。我只是说，于我个人而言，因为我是一个相对来讲啊还比较幼稚的一个人，所以那个时候进团于我而言并不是一件好事儿。而且，除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觉得，反正我觉得我不具备16岁就一个人在社会上生存的能力。
我那个时候，我那个年龄觉得自己无所不能，顶天立地。现在我觉得你个憨批。可能再过个5年，我也是觉得现在21岁的自己，你个憨批。对，就人就是这样成长过来的嘛。就你现在觉得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你5年后一定会觉得自己是个憨批的。啊，不的，我16岁的时候就觉得就知道考大学是件很难的事情了。我16岁的时候根本就不觉得自己能上大学，我是没有想象过这件事情的。我学专业，直到我拿到证之前，我都没有想过自己一定要上个大学，能够怎么上，一定要上个大学，一定要干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能够小小年纪能够进团的人其实很厉害。我不行的，我以上所有的话只针对我个人而言，希望大家不要带各种奇怪的节奏。我非常的糊，不值得，谢谢各位，打咩。21岁，你应该26岁都没有想明白这个问题吧？真的，今天我跟我爸还在聊我高考填志愿的，就等志愿的一个月有多么多么煎熬。真是昨天跟那个阿姨，她聊起了，她听说就是她知道我就是我爸在那里修了好多年衣服了嘛，我连艺考的正装都是她帮我改的。然后就是今年就聊起来，然后就又说起，她又问我学校，我就说，哦，就是介绍，就其实我都，其实又回忆起了段时间的辛酸。但是你去教那个时候的自己，其实是不存在，其实是不可能教得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你是不会懂得你为什么去上个大学，你为什么一定要上这个大学，你为什么一定要努力的，都是你在恰到好处的时间 feel 到了，你就恰到好处的能上个大学而已。是啊，20岁的自己觉得1点钟睡得真，就是你觉得以前会觉得，哎，怎么会有人11、12点还在玩熬夜呀？直到你长大后，你发现3点钟睡觉都算早的。然后，但我现在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已，一切都是基于我16岁那一年没有过罢了。那一年过了，我个人觉得按照我这种很倔很憨批的这种性格，我是一定会吵着要进团的。就是能不能就是长到现在21岁我是什么样的，我可能想象不到，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的憨批是一定会进团的。所以我现在说这一切站着说话不腰疼，一切都是基于我16岁那一年没有过。不是我放弃了那一年，是那一年放弃了我。等我明天就要回去了。然后，明天中午回到广州，下午上课。上了课，晚上回中心学舞。我这周有3、4、5、6首新歌要学，然后公演的8首歌我也800年没跳过了，要回忆一下。还有木蝉，分心站位之后我只上过它一次，我已经完全不记得这个 unit 了。完全没有一种实感，它是我的 unit， 我已经不记得了。然后周二一整天的排练，然后周三回学校上课，上了课晚上，周三周四晚上都是有排练的，也是就是排了上课，然后周三晚上排完又回学校，周四早上上完课回来，然后下午有个工作，然后完了之后晚上要排练。然后周五也是一整天要和生蛋的那些助演，然后周六公演，周六是哦菲菲前辈的生蛋，周周周
周日也是圣诞，两个圣诞我都有主演。不，下周已经出了位置表了。啊，不是，我跳14号位的，谁生日与我都没有关系了，没有人生日会往后补的吧？再怎么也不会跳14号位了。然后周一、周日跳完公演，我要。周一我就要拍证件了，在那之前我得把我的分镜图，要把我说什么、要穿什么、要干什么都要想好，要怎么剪也要想好，然后拍完之后我就要回学校，我也不一定能回学校。哦，我好像把我周二早上那一节课忘了，我忘记请假了。哦吼，我疯了呀！我的毕业汇演我忘记了，我忘了周二上午还有节课了。哎呀，救命！这周怎么办呢？这周先请个假吧。太忙了，这周我真的觉得我就是。我还得感谢这个感冒发烧让我忙里偷闲了一下，我接下来可能两个月都没有空的时间了，然后可能录完证件，我下周二我还约了拍照，上一次推过来的拍照，我这个月终于记得留了钱了，要给人家补尾款，然后。然后发生了什么？然后我救命呀！我想不明白了。然后估计要开始复排队伍公演了吧？我猜的。N3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快排，但是应该是要复排的。唉，然后又要拉票了。我真的我想不出来，就算现在给我时间办圣诞公演，我都挤不出时间去办，我不知道我用什么时间去准备圣诞公演。唉，哦，终于想起来为什么早一点的时候我没有去申请在五月前办圣诞了，是因为我就是想到我有毕业汇演这个东西搞忘了，我都太多事儿了。我觉得熬过这半年我已经成了神仙了，大概应该目前就是给大家数出来的这么多事儿了。对，这期间我还需要直播，我还需要发微博，我还需要等地铁。只有一年了，我哪来的七年？我，唉，在家不想谈工作。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因为我吃了一根3块钱的雪糕，我可能现在应该在床上躺着，因为我明天早上要早起坐高铁。我欠大家一个电台，我们先来补一个吧。下周我可能就笑不出来了，现在是因为在家里我觉得很快乐，我就笑得很开心，谁也不知道我下一周会怎么在舞蹈室里哭嚎。当初接助演接得有多么的爽快，如今我就有多么的痛苦。哎，那首歌去哪儿了？没关系，我已经忙里偷闲花钱买来了几天的假期，我已经很满足了。最近是真的大家都很忙。没关系，忙就说明我们班还不会倒，还能苟一天是一天。
忙就说明有事儿干，有事儿干就有钱赚，不是？我老是把钱挂在嘴边，会不会不太好呀？你们听起来会不会感官不太好呀？可是我真的好喜欢钱。我可不可以改名叫钱钱？这样子以后我说钱，大家就不可以说我了。毕竟我叫这个名字，我要给自己起个，我要给自己起个外号。以后大家不要叫我西西了，叫我钱钱。你们可以叫我 Money 好吗？我不介意叫一个狗的名字的。我家对面有只贵宾叫 Money， 我天天听它主人 Money， 我不介意叫 Money 的，你们可以叫我 Money。我知道你很纠结，但总要学着自我和解。Because you have to believe， 不要再怀疑，或许。来吧。让今天的高中生西子带大家讲一个晚安故事。如果我卡痰了，请大家原谅一下。晚上好，好久不见，欢迎收听朝夕相处，我是若曦。今天晚上给大家读的这个故事叫做《给妈妈的九封信》。妈，节日快乐！先声明一下，你不要再说母亲节什么礼物都不要，只要我的心意了。我知道你很想要一条丝绒长裙，只是总说太贵，迟迟不买。你也不要再说自己老了，不漂亮了。你在我和爸爸心里就是最美的。这些年，我渐渐养成了写信的习惯。今天在家收拾，才发现陆陆续续的，真的写了不少。找出了其中几封，重新看看，仿佛往事历历在目，回忆翻云覆雨。第一封是这样写的。妈，照顾一个小生命真的好辛苦啊。自从你外孙出生后，我根本没睡过一个完整觉。你外孙不好带，半夜总是要上厕所，有时候饿了还要再喂一次奶。我和建平手忙脚乱的，生怕他吃不好睡不好。前几天他半夜发烧，可急坏我俩了，大半夜的跑了一趟门诊，还好最后没事了。以前你说带孩子很累人，我都没往心里去，自从我自己当了妈就明白了。生我的时候，我爸还在东北借调，你一个人在家里带我肯定很累吧。妈，今天我们都回婆婆家了，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围着孩子转，又热热闹闹的吃了一顿饭。吃完饭，我一个人在厨房刷碗收拾。以前你总跟我说，以后到了婆家手脚要勤快一些，我都记着呢。可有时候还是觉得在自己家里好，因为我每次吃完饭，只要往沙发上一歪，都是你在忙前忙后的收拾，我爸给我削苹果倒水喝，
好想回咱家呀，回去我不干活，跟你们耍耍赖。妈，今天春天可比往年冷多了，前阵子啊我已经脱秋裤了，结果晚上回来起风了，两条腿在那个裤管里啊冻得直哆嗦。但你知道吗，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明天一定要穿秋裤，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啊，这事儿可千万别让我妈知道了。妈，其实我不是嫌你唠叨，而是我受不了你心疼我时的表情，看你心疼的表情我也会跟着难过。妈，今天建平出差去北京了，我自己在家带孩子，你知道的，我其实一直都不敢一个人在家，晚上还是有点怕，但是没办法，有了你外孙，我只能硬着头皮挺着。孩子让我给他讲故事，讲了一个多小时他都没睡着，讲到最后我都要睡着了。现在他终于睡了，我也不困了。哦对了，衣服上的油渍怎么洗才能洗干净啊？我在网上搜的方法都洗不干净，你外孙的那个衣服呀一天到晚都是脏的。我记得之前洗我的脏衣服你洗得特别干净。妈，我都三十多的人了，怎么笨手笨脚的呀？这个毛病怎么都改不了。前几天炒个菜在手上烫起了一个泡，哎，还挺巧的，跟你手上那个做饭留下来的疤连位置都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啊，之前你教我的红烧鱼我怎么也做不出来你的味道，明明调料都放对了，味道就是没有你做的好。妈，我想回去吃你做的鱼了。对了，还有你最拿手的糖醋小排，那是我到现在都还没学会的菜。妈，我长白头发了，还不是一两根，多亏我随了你，头发多，藏在头发里面看不清楚。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你长了白头发，坐在床边和我爸哭了很久，我当时还笑话你，结果一转眼我也长白头发了。前几天加班忙了好几天，最近腰也不是很舒服，咱娘俩的毛病真是一模一样。我也买了红花油让建平晚上给我揉揉腰，就像我爸给你按摩一样。妈，今天和建平拌了几句嘴，我躲在你卧室里很长时间没出来。建平自己去幼儿园把孩子接回奶奶家了，又买了饭回来哄我，他脾气真好啊，估计也只有他能忍我的暴脾气了。我想起当年建平追我，我还不乐意，是你说我男，你说找男人好不好看有没有钱都不重要，主要是这个男人他对老婆孩子好，有担当才是最重要的。也得亏听了你的话，找了建平真是挺好的，这么些年我真的一点委屈都没受过。妈，今天难得有空，我就和高中时候的小姐妹聚会，你都认识的那几个，大家都说我变了，变得不那么爱打扮了。我说是啊，谁叫当妈了呢。妈，后来我才知道你不土，你只是把你所有的漂亮都给了我。你的年轻美丽其实不是岁月偷走的，是被我偷走的。妈，你放心，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当年天天都要赖床拖地都拖不干净的小女孩了。你外孙被我养得特别壮，我们这个小家也红火热闹。当妈后我忙得像个陀螺，直到晚上孩子放学回家对我说母亲节快乐，我才恍然意识到母亲节到了。
这是第六个没有母亲的母亲节了，也是我成为母亲的第六年了。我很好，爸也很好，要是有你在就更好了。妈，早知道你那么喜欢那条丝绒裙，我就早给你买了，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呢？妈，我想你了，咱娘俩能不能晚上在梦里聊会儿天呢？有人说，当了妈妈之后，才懂妈妈的不易。今天是母亲节，很多人都在赞美妈妈的伟大，可又有谁记得，她也曾是一个跟我们一样贪吃，一样贪睡，一样贪玩，一样喜欢漂亮衣服，一样喜欢把家务推给自己妈妈的孩子呢？所以，不要等到失去了才后悔，很多事儿都没有重来的机会。这一次的母亲节，放下手里没有那么重要的事儿，给她打个电话，送她一朵花吧。要知道，对她来说，最开心的事儿，不是收到了什么东西，而是谁为她做了这件事儿。她用她的青春换来了你的青春，用她的美丽让你成长成了一个漂亮、帅气、懂事儿的姑娘，一个男孩。他用他所有的经历成就了你的生命，所以不仅是母亲节，在平常如果有空、有能力、有时间，也要记得常陪陪他们，记得常告诉他你真的很爱他。今天晚上想给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来自房东的猫的《给妈妈》。妈妈，我在努力了，在努力变得更好，变得更加有出息。以前小时候我就说，想要成为你们的骄傲，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到。感觉时间过得好快，从我说出那句话，一转眼已经过去了有个七八年了。不知道当年的那个小孩，如今长到这么大，有没有能够成为你的骄傲呢？如果没有，那他会再努力一点。但是，我长大了，你也变老了。以前希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能够快点长大，能够不被您管着。现在希望时间能慢一点，再慢一点，给我时间去长大，去成为你的骄傲，让我再有多一点的时间陪在你身边。
母亲节只是五月中很普通的一天，但是母亲的爱却是，它赋予了我们体验人间的权利，给了我们保护，让我们健康平安的长大，成为了如今这个我们。所以让母亲节这一天的感动延续到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去吧。记得常对他说一句辛苦了，谢谢您，我爱你。感谢您收听今晚的朝夕相处，我是若曦，下一次我们同一目标再见，晚安。